馒头在穿新衣服，他今天穿的是维尼装，跑过来的是妞妞。他完全挡住镜头。阿比跑来抢镜头，馒头跑了。阿美还是辛勤的帮馒头穿着，非常的强迫人家穿。今天礼拜四吗？嗨，辛苦了没？请问你帮馒头穿衣服有什么感想？那你走太高大了。大毛，这是大毛。好可爱哦！这么可爱的维尼装。没修。妞妞，你太胖了，没有办法穿维尼装。好，就这样子，馒头即将穿的新的维尼装出现，哦耶！